揾道具，哇好多嘢，电脑一定系电脑，好明显吓，凳嗰啲冇用啊，食屎啦 ！Yes 啊，电脑有电啊，电脑晕低，一下搞掂啊，做得好，但已经冇晒，差唔多冇晒啦，差唔多冇晒，唔好理，入咗去先，真嗰度会俾人追啊！呢度啲书应该会有啲特别嘅嘢，诶，果然系地下监视室咩啊？隐藏嘅道路，地下监视室桌面后边。桌子后面这个是指什么呢、啊、地下监视室桌子的后面隐藏的道路会不会是说蛋的位置呢但好像不是地下的监视室有地下的监视室吗其他呢其他是没有了果然是有些特别的东西但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各个地方都可能会攻击过来的。OK， 继续先啊，我哋我应该咧会分我一集会拍晒，但我应该会 cut 两集嚟播，因为太长时间。咁就翻嗰条位系啦，同大家讲翻先，唔系等阵就话无啦啦，咦无啦啦冇咗嘅吓，隔篱嘅房唔去住咁。我哋知道我哋会俾人追咧，咁我哋去咗绿色、蓝色嘅时刻房先。仲有啲咩地方系地？唔系因为台后边嗰度系最麻烦，我唔明台后边系点？诶，金蛋呢、這个咩嚟噶？金蛋 ，yes， 呢个系暖风机，都可能有用啊。应该系攞嚟掉人噶啦，都系啊。如果咁样冇古材，有张茶喺度，茶壶，有张大板椅，冇咩特别，非常之宁静啊，好似一开始就冇人存在过嘅一样啊。啊，会唔会突然间有啲嘢？有冇冷气机？不如我哋凉下头阵先啦，好唔好啊？所有嘅地方都已经基本上都去匀晒啦，好似系开嚟金蛋、银蛋同埋乜嘢，系咪开嚟放喺唔同嘅地方咧？咁系咪有三个地方嘅？台嘅后边、地下嘅监察室同埋一个，已经唔记得咗。Hello， 我知道我自己俾人劏啊。其实嗰系正面一个黑色嘅人冇望住自己嘅，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咧吓。好啦。跟住我哋拎个暖风机去掉佢，同埋点解红色佢哋会突然间出现咗喺度？啊，好卑鄙啊吓！拎住把小刀，走，暖风机，你试下我新嘅暖风机啊！暖风机，掉佢，食屎啊！耶，掉得好啊！新嘅暖风机嗰人特别掉，系掉得特别痛。耶，阿爷搞掂，入到呢度睇下先。有啊，呢度有得掉嘅，呢、這个好明显就拎嚟掉噶啦，灭火器。但系掉唔掉得晕，佢成一个问题啊，冇咩特别在意嘅地方。呢度唔系休息嘅时候，我够知啦吓，我纯粹睇下有啲咩，似乎咩都冇，冇咩特别要注意嘅地方。我哋真系要好好留意一下烂铜烂铁，睇嚟用唔着，一个空嘅油樽。可唔可以睇到几点？睇唔到，呢啲都系唔通又系匿嘅地方，但系冇理由噶。嗱，我哋攞三只蛋，咁嗰三只蛋咧，应该就系揾个地方放落去嘅。照计就，但系我又冇见到有地方嚟放蛋喎。唔紧要啊，万事起头烦，我哋继续研究一下呢度仲有咩地方未去。厕所唔使睇啦，厕所睇晒，呢度都应该检查到七七八八。我真系觉得咧，你检查嗰个书柜嗰度系有啲嘢，你信我啦，系有啲嘢。我哋而家剩翻系硫酸，有个地方要用硫酸咩？但系边度要用硫酸啊？你检查一下啲细位啊，唔该啊，唔系会甩噶，一定。真系医疗用，冇见过嘅药名，大量嘅注射器，唔好掂比较好。咩都冇，佢啲怪物应该都唔会点样再追嚟，因为我哋要去嘅地方都去匀晒。硫酸呢度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将啲垃圾炸咗佢咧？冇嘅，好。我哋睇翻图书馆嗰本书先，我真系觉得系有啲嘢，定系一张时卡啊？冇理由啊，睇嚟知唔系啦。可唔可以将三张纸卡同一时间叠埋咁样，跟住黐住佢？唔系，应该系响特别嘢。
地下嘅囚室嗰度有啲嘢，定系我哋要检查完本书，跟住佢先会有特别嘅嘢咧？呢度系有啲嘢可以放啊，系咪啊？咦？剧情发生咩事？隐藏通道呢度居然有隐藏嘅通道啊！系咯，我都吓亲啊！真系我完全都估你唔到。唔紧要啦吓。OK， 哇，咩嚟噶呢只？呢个系咩嚟噶？感觉好讨厌啊，好唔舒服啊。咁啊，哦，我知啦，硫酸啊，食屎啦，讨厌嘅嘢，唔系生物嚟噶系咪啊？我估唔系嘅。OK， 喺度好明显就放弹嘅地方，睇下真系指不撞棍嘅，我又可以成功咁样得只弹入去。嗰只史莱姆会突然间起翻身咧，我喺度突然间咁谂啦，睇佢个样系应该会复活嗰啲样嚟。OK， 三只眼搞掂。喂，攞到啲咩？好似有啲咩白色嘅时卡。Yes， 好，我哋可以离开啦。咁即系话，史莱姆会突然间复活咧，冇事嘅。突然间有怪物追过嚟，我会叫嘅，如果系咁。因为佢话地下监视室，所以我点都行嚟呢度噶啦，谂唔到咁快。白色时卡，吓、啊、我哋点可以离开啦？系咪啊？嘟，逃走，逃走成功啦，咁样就能够出去啦。你认为咩？吓、啊，应该冇咁简单，定系真系咁简单咧？睇嚟真系出到去、啊。我醒咗，竟然系一个梦，会有啲过分啊！睇下我个样有啲唔好，唔系几舒服。哟。喂，工作到咁夜，辛唔辛苦啊？辛苦晒喎、啊，吓、啊，点解系咁样？系你啊？点啊？你想强奸个妹妹啊？定系点？你哋两个喺度调查啲乜嘢？调查时有我顺便去咗便利商店一趟啊，攞去啦，呢个系慰劳品嚟嘅，咩嚟噶吓？安全套啊，唔使啦，哼，真系麻烦你啊！点啊吓？你真系想埋摸佢咁？我睇你个样。美琴妹妹的情况怎样样啊？就好像你这样看到啦，睡得好冧。虽然好像在刚才到此为止都睡得不太安稳，不过可以算是暂时休战的状态嘅。咁唔系啦，佢等阵就会醒噶啦。哦，咁就真系太好啦。你那边呢？有冇之后的进展啊？啊，大约进展到七成左右啦，就同长嘅讲嘅一样啦。看嚟今次真系好不得了，同怪异事件扯上咗关系，同好不得了嘅怪异事件扯上咗关系，应该话哦，系咁样，你讲俾我听下，跟住咧，点冇啦点，喂，等阵，咩事啊？点样样啊？美琴妹妹个样睇起嚟好古怪啊，好奇怪一样啫。一定会有人捉我，好奇怪，好古怪，其实都系差唔多吓，会唔会 ？OK， 跟住咧，我系醒咗，定走咗，定系点？个地方好似唔多几好，点解嚟火嚟翻火车站？吓、啊？我应该喺警署先至啱噶，我翻咗嚟嘅。走得咁辛苦，我以为走得甩添，弊家伙啦吓，咁、啊、我哋就车 safe， 继续。出翻去呢个火车嗰度，哇！点解同火车有啲关系咧？我又唔系好明白。呢条咁嘅路啊，干净晒，真系牵强啊，真系顽强啊，整快都要死啦！边个？又系呢个声啊！如果我死咗喺呢个世界里边，另一个世界嘅我肯定会死于心脏麻痹之类。你系咪睇得死亡笔记多咧，小朋友？啊！心脏麻痹好难噶，系咪啊？既然会如此咁真实嘅，喺呢个世界里边都有痛觉嘅实感啊！就算喺另一个世界心脏麻痹，喺呢一个世界都会被割成肉末噶。咁你想点啊？吓，即系话无啦啦突然间佢想通咗一样嘢，就系、是、我喺度死嘅话，我突然间对面嘅世界我就会心脏麻痹。你点解会突然间谂到呢啲嘢嘅咧？美琴，我想问一下，周围都有啲肉碎喺度，好恐怖。青色啊，周围都系滴滴血。啊、咦，我未见过啲咁污糟嘅车厢噶，唔系啊，我喺大陆都见过啦。啊，人喺车厢里边屙屎，咁其实呢度都算干净嘅吓，呢度最多都系有血咧。又嚟吓、啊，又想追翻我，系咪？我唔喐嘅喂，哇，系避开咗吓、啊，今次醒目啦佢知道后边冇路行，同我识可以指啊一啲啊。OK， 走啦吓。
佢想嬲但系嬲唔出嗰种感觉咧，我完全 feel 得到。OK， 吓、啊、黄色嘅点解变咗？啊，我见到啲眼珠啊、肉瘤啊飞晒出嚟，周围都系血肉，救命啊！哇，喺嗰、那个嗰块肉好大块喎、啊、吓，唔好理咁多啊，咩都唔好检查，救命啊！我突然追过嚟，唔好理，心情坚定呢啲时间吓、啊，要唤醒自己，最紧要就系坚定自己，会唔会？会唔会有人嚟救咗我呢？突然之间吓，我发觉另外嗰个世界嘅人应该会有人救咗我。救命啊！救命啊！我会行到个头路嗰度啦。突然之间觉得弊，哎弊啦吓，绝路，绝路，绝路！点算？点算？避开！哇！系果然吓，开到道门，直至咧会推咗去边度啊？呀！好惨啊！行紧嘅火车之中俾人推咗落去，跟住点？咦，又有啲广播啦喎，有啲咩广播？杀人啊！杀人啊！你杀咗咁多人，你同人讲杀人？呢个系我嘅台词啊。OK， 吓、啊，睇嚟成功就将只鬼推咗落去下边，行走紧嘅列车当中。呢架系咪就系带去投胎嘅列车咧？吓、啊，定系点样？点解会寓意到一个火车？你明唔明啊？诶。两个男人咧，目定口呆，流晒口水咁望住我，唔得啊，完全冇醒嚟嘅迹象，佢已经死咗啦，系咪啊？到底系点样啊？吓、啊，露出咗一副如此痛苦嘅表情，睇嚟唔系非常得，睇嚟都唔系单纯嘅疲劳啊，唔通系又系怪异事件？怪异事件？不久之前才遇到咗，居然咁样接二连三咁发生，实在太好啦！我作为一个记者，我应该要咁样报道一下，系咪咁样啊？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记者，佢应该系咁，不能够否定呢一个咁嘅可能性啊！况且而家原因不明，真定假噶？总之带佢去医院啦。纵使系怪异嘅事件，都比咩都唔做强得多。OK 啊，冇意义噶。咦，嚟到啦，懒酷嘅博士，点啊吓，专家，即使咁样做，都唔会从根本解决问题，都冇办法。咁但系都要咁样做，但系都只有咁样做噶，你应该都理解噶。就算系现代嘅医疗技术，对上怪异事件，都系过于无力噶。点点点点吓，你讲嘅都系事实嚟嘅，等。等一阵，佢嘅状态有冇咩唔对劲之处？唔对劲嘅地方，无论系咩都可以，就算只系琐碎嘅细节都得嘅。咁样讲嚟，佢曾经系话瞓唔着噶，瞓唔着啊！而且仲系一次又一次，所以我先至俾佢瞓喺呢一度。我所在的客房，但是人在睡觉的时候会完全无防备的状态，会进入完全无防备的状态。无防备的状态是指五感机能完全下降，亦都是代表有敌人袭击的危险性。举个简单一点的例子，就好像鬼压床，即是被鬼砸。近十年虽然有人说可以用科学来解释，但其实冇办法解释嘅部分都仲系好多。咁样讲，美琴妹妹而家就系喺度瞓觉之中受到袭击啊？恐怕系。怪异就系咁样，无论何时何地，都会不分手段咁样嚟袭击嘅。咁你帮手啦，大佬啊！吓，你见人哋瞓得几辛苦，你揾啲方法整醒佢啦，例如刮佢几十巴啊，揾啲水淋佢，揾冰水淋佢，应该佢会即时醒。况且。黑暗和夜晚是怪异的地盘，亦就是特权。若果被拉入过那个世界一次的话，想从那里脱离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样所说都不能够什么都不做的。就是了，就是了，我们应该尽力这样做好能够做好的事的。真是被人吹胀。只是希望不要为时已晚就好了。那你们会做些什么呢？你们三个男人对着一个少女，他们会发生些什么事呢？夜妈妈三个男人对着一个少女，镜头一转，我们又继续回到火车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被
俾鬼砸啦吓，叫做喂，停咗架车，点样啊？发生咗啲咩事？发生咗跳轨嘅事故，列车而家紧急停止。竟然系咁，好明显就系、是、我咩时候先至醒得到啊 ？OK， 写死符啊！唔知大家有冇试过俾鬼砸或者其他嘢啦？诶，呢度系咪落到去？落到去火车嗰度，但我哋系咪应该去嗰个地方睇一睇先？咦，翻唔到转头。我曾经何时试过两次俾鬼砸，都系听啲电台节目讲咧。其实你只要谂住俾鬼砸咧。唔係你諗住靈魂離體，又或者同自己提示俾鬼砸咧，就真係試過，我就真係咁樣就已經俾鬼砸咯。我係同自己講，不過嗰一次我真係發覺係非常之危險嘅一件事，因為咧我係瞓覺，我中意趴喺度瞓，咁我個鼻咧就咁樣揞住喺枕頭嗰度，咁正常嚟講會轉身噶嘛，即係大家當瞓到咁上下，但係嗰一次我突然之間諗俾鬼砸，咁跟住我轉唔到身，哇！嗰下勁驚，嗰種半窒息嘅感覺咧，真係好恐怖。即係最後我係咁話，喂，快啲醒啊，快啲醒啊，唔係你會死啊！咁樣跟住真係由手指開始慢慢喐翻啊！即係其實我覺得係可能係啲靈係你個靈魂離開咗個身體少少時間，所以你突然間身體機能冇辦法，但係你個知覺仲喺度啊！我覺得係咁樣喺呢咁僻靜嘅環境之下講啲咁嘅嘢，有間房零零四四啊，唔通係佢哋嘅休息室地獄？咁我唔行啦。地獄是很危險的一個地方，我不會去地獄的，很明顯就會中伏的，很明顯的地方，但是會不會不斷在無限 loop 呢？不去地獄的情況，但這裡很長的路都沒有東西，我覺得這個路是讓我們被人追用，我們應該進去地獄那裡看看，還是不斷在那裡 loop 緊，我覺得是 loop 緊，果然啊，即是強制走去地獄的，好啦，地獄就地獄啦，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就是我這些跟住咧，哇！系哇，删咗，唔知点解咧？呢家呢种感觉令我谂起《Cry of Fear》嗰种咁金属嗰种环境，周围有啲房啊，地狱都唔系好恐怖啫。发毛嘅 ，OK， 有咩特别嘢？从未见过嘅骨头啊，装置住奇怪形状嘅骨头，非常强烈嘅臭味。不要接近比较好。OK， 有把刀仔在度，点点点点，咩事啊？唔使读，要读咗篇文字先系咪啊？自杀或者被杀，你自己拣啦。两样都唔要，破烂嘅床，即系但我至少如果我系主角咧，我至少拎翻把刀防下身咯。啊，虽然明知道冇咩用，诶，提示录要唔要睇？要啊，提示录。于第三章嘅后篇。取消了擊退 追擊者的、擊退器擊退點，改為迴避點，兩者的作用都是同樣避開追擊者的魔爪的。被追捕的時候進入各個房間會啟動計時器，計時器為零，追擊者會入侵房間，所以計時之內找到一個迴避點，只有迴避失敗的地方不能再次使用的了。 OK、這個令我想起青鬼、或者是其他東西、不過其實都有趣、即係好耐原點啦，我覺得呢個其實某程度上都係恐怖 game 一個無助嘅方法咧。呢、這個 game 做得好好就係你一直都唔會有擊退到嗰樣嘢啊，最多係勉強叫擊退。哇！呢、這個十字架好邪惡喎。啊 ，OK 嘅，我覺得啊，即係有時真係唔需要正面交鋒。恐怖呢樣嘢係無能為力，係比其他嘢更加恐怖。無助嗰種感覺係實際好多，冇咩特別啦，睇嚟。繼續行下先，呢度應該有得匿嘅地方，閂咗手，冇令人在意嘅地方，絕對唔想去碰啡色嘅衫，咩都冇，好冇咩特別喎，睇嚟係，到底呢度係邊度啊？到底呢度係邊度啊？啊，我咪要咁樣，應該要開翻少少聲先啊。不過最近喉嚨有啲唔舒服咧，確實係有啲障礙。唔好理咁多，去埋另外一边听一睇先。诶，呢度系咪有条路嘅咧？应该前啲，即系个感觉上系会有另外一条路系可以去到呢个位，或者其他嘢啊。一个十字架，唔通呢度系一个基督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嗰啲地方锁住咗，又锁住咗，好真好真。诶，入到去，哦哦，姐姐你好啊，系咯，无啦播啲咁嘅声，哇，佢摁嘅喂大佬，你唔好摁咯。
我哋行呢边。哇！佢跳嘅喎，好惊喎呢件事。啊！救命！救命！呢一只跳，搵个地方匿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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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匿埋。好明显呢度系匿埋噶啦吓。我哋记得呢一度都匿就因为好啦，佢入嚟啦吓。欧拉斯，肥仔你捉我唔到嘅，跳翻出去啦吓，咁就好蠢啊你吓、啊，明知人哋匿埋都捉我唔到。OK， 搞掂。应该佢如果第二次进入就会失败咧，系咪讲系会系？我唔明佢喺第二次进入会失败系点样嘅设定嘅，因为即系我今次成功咗，第二次入去佢会唔会再成功啊？定系会失败咧？等下要试下先知啊吓，唔紧要啦，即系有机会 game over 啫，都系继续行去睇下先。呢度佢啱啱喺度出现，应该会有啲特别嘢，系相片啊？喂、欸，蓝色嘅十字架，有啲咩特别啊？是不是白色的点点呢？還是我們要再戴特别的眼镜再看這張相片会有些不同？什麼生了发毛啊、不是、有些毛在這裡、它发出了异臭，不用這個地方休息，儀式用的火把有種燒焦的香气气味，什麼都沒有。這裡就是用來躲的地方，很明显记住先，但其实咧，我觉得地狱咧唔应该系咁，即系相比之前嗰个地方，我觉得似系杀人狂嘅地方多过似地狱咯，有啲地狱一般，但系呢度唔系地狱。如果个地狱真系咁简单咧，就真系未免太乜嘢啦吓，地面凹陷咗。OK， 系咪有啲咩特别嘅嘢喺呢个房间要用咧？个十字架系咪真系要推一啲嘢落嚟呢个地方？好似地獄一般，但我哋已經冇地方可以行咯。嗰張相係有啲嘢噶，但我身頭上係冇道具嘅，已經係啦，係冇道具。咁樣喺呢度係有啲嘢，我見到咧，即係，但係藍色嗰張相有啲咩特別嘢咧？我唔明啊呢度，我哋睇多次一入去，一定係有啲嘢。嗰張相片。望一望，望清楚，系咪啲白色嘅粉末嗰度有啲特别嘢？系多啲白色嘅粉末咯，我就见到，好大机会系啊！我哋睇一睇，定系要去到其他地方？呢度唔会啲咩白色特别嘅嘢？又冇喎，啊咁应该点做？呢个谜有啲难解啊，大佬啊！净系我漏咗啲道具未攞咧，定系我呢度要有把刀系攞咗嘅咧？唔系，冇嘢要攞嘅。咁不如瞓阵觉先啦，美琴同学吓，唔好搞咁多嘢。冇道具点算啊 ？OK， 骨头冇用，就仲系骨头会可以点样？摆喺个仪式中间，跟住召唤咗只大魔神出嚟，跟住大魔神同我打坏其他怪物咁样添啊！两只小鬼啊！我啲大魔神嚟搞掂你，大魔神召唤祭身吓，系咪咁样？冇咩特别喎、啊，咁点算啊？放咗啡色嘅衫，因为咧我闻到味嘅地方咧就系、是、呢、這个火烛啦，咪即系点火嗰个仪式啦，同埋嗰个十字架嗰张相，但系。會有啲咩係要拆啊或者積啊咁樣咧？鎖住咗，跟住呢度係地獄般一般嘅地方，但係又完全冇嘢，定係會唔會有啲咩喺呢個位置？你真係睇唔到，檢查漏咗。呢度會唔會有啲特別嘢？冇，因為見到個十字架咧，係好可疑。但又冇喎，咁應該點做啊？嚇，我哋抹一抹汗先。我哋應該點做啊？咁話俾我聽。個櫃、桌子冇用得上嘅嘢，係啦，係冇嘅。但真係冇咯喎。喺窗冇得轉色啊，諸如此類嗰啲嘢啊。沒有。咁好啦，今集我哋暫時嚟到呢一度先啦，我諗下。如果咁多位中意嘅话，麻烦你俾个 like 或者俾啲 comment 我啦。咁我哋下一集翻嚟先再继续啦。咁多位，拜拜。